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的朋友在哪里？我很紧张。现在我的心脏，蹦蹦蹦蹦。讲房，慢慢慢慢，已经开始闻到香气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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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是涂家老师教的。谢谢谢谢啊，我很开心。大家好，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我们来自土耳其的涂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涂家，我从土耳其来的外国朋友们，可是我现在说我是变成台湾人。涂家，你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你对台湾的印象怎么样？蔡总统，我来台湾快七年了，体验很多东西，台湾的很多文化，吃了很多美食，我认识很多台湾人，台湾人很友善，台湾人很礼貌，台湾很安全。那你刚来台湾的时候吃的东西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？穆斯林的关系，你知道我是穆斯林，所以我们需要吃清真人真的东西。刚来台湾的时候我都是吃 fast food， 三个月只是吃了 fast food， 可是之后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穆斯林的餐厅，清真人真的餐厅。我现在我每个礼拜三四次是吃牛肉面，两次一定吃火锅。台湾的美食真的很好吃，我怎么办？火锅、麻辣火锅、牛肉面、水饺、锅贴都是很好吃。那什么叫清真认证？要不要听观众解释？如果一个穆斯林杀牛的话，我们可以吃；佛教人杀牛的话，我们不可以吃，因为是我们杀的时候，我们需要。阿拉为了你杀这个牛，这样的算是清真认真的肉，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。很多粉丝问我，涂家你吃锅贴，可是锅贴里面有猪肉，我告诉他们我吃的地方是清真认真的餐厅，所以他们里面放牛肉没问题。我也真的很高兴涂家替我们发现在台湾有这么多有清真认证的餐厅。对对对对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这表示我们是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。台湾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，我相信涂家一定心里很有感情。我知道每个土耳其人来台湾的时候，涂家我们会不会习惯台湾的美食？我说我已经爱上了，你们也会喜欢。我要问蔡总统，台湾的优点是什么？台湾的优点是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。对，台湾很自由的一个国家。我跟其他的外国朋友们说话，他们也都是说台湾很自由。你有发表任何的意见，批评总统也是可以。我们保障言论自由，保障宗教自由，我们保障各式各样的自由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。宗教的部分很重要，很多国家如果他们听到穆斯林的话，他们觉得恐怖分子，可是台湾完全没有这样的，我很感动了。是，我们很希望更多的土耳其人来台湾。谢谢我们也希望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到台湾来旅游，我们现在的外国来的观光客历史的新高。对，蔡总统，我叫你这个土耳其句子吗？好，谢谢。第一个是谢谢，因为是台湾人真的超喜欢说谢谢，所以我叫你土耳其的 teşekkür ederim。 再见再见。 görüşürüz görüşürüz。谢谢。特别教你一个句子，谢你，谢你 ，seviyorum， seviyorum。谢谢，我很感动。总统刚刚说了，涂家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总统，seni seviyorum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也希望涂家可以把台湾带到土耳其，让更多的土耳其人了解台湾，喜欢台湾，然后到台湾来玩。谢谢，谢谢蔡总统。很高兴我们有涂家跟我们在一起。蔡总统，这个是蓝色眼睛。土耳其人很喜欢这个，为什么？这个是保护我们土耳其的平安符，所以我给蔡总统，这个是保护你台湾警枕，我们的台湾。但是你旅行的时候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啊，这个是真的蛮厉害的，真的就是这个做这个里面的，好厉害，真的很棒，谢谢。这个总统府买得到，今天我免费有啊，对，今天就免费有。谢谢涂家今天到我们的节目来，如果大家想知道涂家怎么替我做咖啡，请到涂家的频道看他怎么煮咖啡。其实我们这样说 teşekkür ederim， 可是不用这么难 teşekkür teşekkür
Adam。Adam， 我听说蔡总统很喜欢猫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一只是橘色的，一只是有一点灰色的虎纹猫。哦，伊斯坦布猫咪的一个怎么说国王？土耳其的猫咪我们怎么叫呢？我们叫。听到这个声音的话，它跑不来。我在台湾试试看，可是台湾的猫咪听不懂。我说，他们没有看我，他不理我。希望下次我跟蔡总统一起去土耳其，好不好？伊斯坦布看猫。还有猫咪的话，你可以给它名字涂甲吗？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那我们会试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